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金妮姐姐来喽！嗨，我叫旭。哈哈，旭今天来到了我们这里呢，我准备了一个新的玩具，嘣嘣嘣嘣嘣，你看。哇，金妮姐姐，这是你的手表吗？是的，是的，这个手表可神奇啦，让我给你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3、2、1，咻咻，嘿，闭上眼睛吧，转动表盘，变身，好了，睁开眼睛吧，吼，哇，是开宝蛋神，哇，你竟然知道他们是开宝蛋神，那你知道他们怎么玩吗？知道，哇，天哪，他会玩哎，好吧，那你就和我一起来玩一下。你喜欢哪两个蛋神？我们每人两个蛋，好不好？好。选吧。我喜欢提拉轰和大力轰。哦，那剩下的特拉轰还有我们的大摩斯轰，摩斯轰，就归我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，从这里出发，这一个卡宝蛋神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3、2、1，棒棒！哇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恐龙？你知道吗？翼龙。哇，这是一个带着翅膀的翼龙，很酷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啦，那下一个到你啦，你要选择哪一个蛋神呢？大力轰。大力轰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3、2、1，变！哇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三角龙，三角龙，哇，我的翼龙很酷，三角龙也非常的炫酷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到我了，到我了，这一个绿色的，哇哇哇，卡宝蛋神变身摩斯轰，哇，天哪，你快看，这是什么啊？摩斯轰，摩斯轰，那它的原型应该是什么恐龙呢？这是猛犸象，不是猛。哦，你猜猜哪里是鼻子，哪里是尾巴？这里是鼻子，这里是尾巴。哦，很棒很棒，我也看到了，在这里是它的牙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那我的两个呢都已经变完了，接下来是你的红色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3、2、1，变。哇，快看快看，哇，红色这个好酷啊，所以这是什么龙呢？霸王龙，哇、哦，超级帅！让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这四个蛋神吧。噔噔，怎么样？我的这第一张卡片还不错吧，炫？不错。哈哈，那想不想试一试我的第二级卡片呢？想。哈，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吧。卡片变换，转动表盘。哇，现在你能猜到这是什么动物吗？是一只狼。哇，猜对猜对，所以呢这一只就叫做警探迅狼。那你能猜到它有另外一种形态是什么吗？警车。哇，是的，那你看这里呢有它警车的标识，对不对？对。旁边呢还有什么？四个轮子。对了，那你要不要挑战一下，看把它变成另外一个警车形态呢？要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动手吧。3、2、1，开始。非常诚实的说，炫这是第一次拼这个车车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所以呢我们看他还是很熟练的哦。哇，你们快看，警探迅狼变成了车车的形态，所以呢警车他要去执行任务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让他继续出发吧。3、2、1，前进。呜，我不忘看我的手表，除了这两个呢还有一种最顶端的，就是第三种功能，你想看吗？想。呵呵，好，那我们就转换卡片，嘣嘣嘣嘣嘣，呜，转动表盘，
你觉得这是他最终的形态了吗？不是。啊，那他要怎么样才能变成最终的形态呢？我会变。嗯，那我好像也可以变一辆。那我们来比赛吧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，好不好？好。嘿，嘿，预备，开始。哇，你们快看，哈哈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卡宝巨人，去吧。哇，这个巨人真是太酷了，你喜欢这种玩具吗？喜欢。哈哈，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种手表佩戴的玩具吗？留言告诉我吧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哦。哈哈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